所以说今天给他准备了抓周的椅子哈。现在我妈是把一些不想让他当的职业都给扔了，就吃货啥的都给他放外边。我妈有点太主观了啊，你说抓个周还作弊。奶奶从此给诺子打开了作弊人生。诺现在楼上睡觉呢，一会儿醒了就带他抓周。哎，有没有埃隆马斯克的照片？那长大了之后，我希望他能够成为科技人才，上火星啥的，这都是可以作弊的。他现在最爱抓的是手机，谁往上放个手机的，奔手机去。纯是律师吧，帮帮帮，要不然就法官啥的，金饭碗。咱们以后诺就不从商，然后就当败家子儿，这一辈子主打一个开开心心啊。所以就是当点艺术家呀，学点琴啊，对吧？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不愁花就完事儿了，做个窝囊废挺好的。这是爸爸对你最大的期许啊。这个球是什么？这个是蹴鞠。蹴鞠，足球啊，运动类的。女足还可以，就放里边。来吧，抓周仪式正式开始啊！虽然没给我准备埃隆马斯克，但是也行呗，就当擦拭吧。我记有个埃隆马斯克转来的，太整了，那你们干啥像合影似的？抓周一岁生日快乐，诺瓦。抓三把的，没事，别打扰他，别打扰他，爱哪摸摸摸摸，那就自己摸摸去。仗剑走天涯呀，那是。读书他是半点也不看呢。要选择恐惧症了，平常那个使劲抢。艾龙虎斯克一点不感兴趣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还是钢琴？完了，还是搞乐器。不用脚选我的埃隆马斯克，那个一边去。我就不上火星。睡着了吧，小姐。我也是喜欢这个。好。咱们个矮的话，要是坐下看不出来，告诉你干这活行。不愧是从小爱听西村游记这样的女孩。好，我们搞艺术的。文艺哈，我也看的是对音乐太感兴趣了。得了吧，以后给买吧，那就。咱给你找一个朗朗老师。朗朗教弹琴一小时还不得50块钱呢。以后不一定是学钢琴的，但是肯定跟音乐相关了。对，我现在啊，我宣布一下，爷爷奶奶就给我们赞助一架钢琴啊。嗯，同意了。外公外婆赞助个大提琴，好吧？我赞助个竖笛，行吧？我赞助个快板，咱们以后移民天津卫。那爸爸以后只能送你上火星钢琴去了。想不想第一个登陆火星的音乐家？